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台长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老公1959年属猪的，看身体主要肝。59年属猪的。对的。哎呦，特征很像嘛，跟猪啊，经常好吃懒做。对的。啊、哦，肝有点肿大。哦，听得懂吗？ 他是有点硬化了，是吧？嗯，要叫他特别疼。他这个东西，他这个肝呐、啊嗯，经常这里会隐隐作痛。对对对对对、哎，是的，是的。人倒蛮好的，很仗义。对的，嗯、对的，对的。他很热心的，喜欢帮助人。他怕老婆。怕我啊、哎、我一点都不凶的。是的是的，他身上是否有灵性？有啊，有灵性。哦，他有一个黑的灵性。黑的灵性。嗯，可能是他，我不知道他跟人家一起啊或者怎么样、嗯、他有没有杀掉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灵性，就是比方说猫啊狗啊之类的。真的、啊、杀掉。嗯，没听到过。哎，你问问他看、哦、好吧。有一个像猫一样狗的这么一个动物老在他身边在搞弄他，现在是吧？哎，而且让他这个脑子啊经常糊涂，主要是弄他的脑子，让他记忆力越来越差。哎呦，真的真的真的、嗯、他记忆力不好现在。嗯，那要多少，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你给他86张。86张。嗯，我嗯，那放鱼呢？多少鱼？放生。放生，哎，放生。放鱼呢？对不起。你虽然你比较吝啬，但是你必须要放1600条鱼给他。听得懂吗？我都知道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啊。哎呦，节约的嘞。哎呦，老公稍微多用他一点钱，不该用的钱被他骂谁啊，骂谁来呀、啊、嗯，谢谢谢谢。你好好改毛病啊。人不坏，你也是很努力的，很勤俭持家的一个人，所以你老公才听你话，管了他们紧得不得了。老公是手机你也要检查，来往的人你也要检查，但是也查不出什么东西。嗯，最后查出来呢是肝不好。谢谢谢谢师傅。那就是他的业障比例高吧？业障是吧？啊，59年的猪。嗯，哦，业障比例蛮高的，要38。38。嗯，你叫他赶快念往生咒。往生咒。他过去吃荤的，活的吃的太多了。是的。太多了，嗯。哦，是的。好吧。好的。他人挺好的，真的很好。嗯，挺。哦，他今天在不在这里啊？没有，不在。没在啊？嗯、你应该知道的呀。知道。他曾经有一个女的，他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是。以前的事了，他现在蛮好的。对啦，当然现在很好了。哎，现在很好。被你打都打爆头了，他还敢呢、啊？我打爆了一个头了。老公啊，就是有此心没此胆呐、啊，明白了吗？别的，他身上别的毛病没有吗？有，颈椎不好。啊。脖子酸痛。胃呢？胃不好。胃也不好。啊，胃下垂。哦哦，嗯，还有啊，他前列腺，嗯、他有点的啊、小便多、啊、晚上，有点的是的，有点的、已经有前列腺了、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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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了非常对。你叫他要多吃一点牛黄。牛黄。哎、牛黄解毒片了。对呀、啊。哦哦，好的，好的，不要连续吃就可以了。啊、哦，不要连续吃，很好的。牛黄解毒丸，因为人现在都有热气、嗯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啊着急的那种热气，很厉害的，要把它吃了之后，人会比较压得住自己。
啊，吃火锅啊，什么都会有热气的、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还想问什么？我还问一下一个亡人，我爸爸。讲吧。多成，明天的明，新旧的新，二零一成明明新新新成成明新。嗯，成明新，几几年过世的？2001年。啊、哦，有人帮他超度过，我帮他念的，嗯、念了很多，嗯，我念了很多，眼睛不大，啊，对的，很小、哎，眼睛很小，嗯，我像他个子蛮高，哎，哎呦，脾气倔，活着的时候脾气很倔，他不想的，蛮老实的，就是脾气有点倔，倔，对的，嗯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手倒很勤快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阿修罗，阿修罗，嗯、那我还要跟他。你还想把它抄上去啊？对的。嗯，你看看你行不行啊？我行。我帮他念小房子。你还要给他念220张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爸爸现在跟我讲，他来看过你。嗯。你做梦做到过他的。做到的。是的。嗯，在阿修罗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好好念经啊、哦、你要消业障、哦、你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很倔不好、哦、明白吗？现在好很多。对的。学佛之后你现在老实了。对的。有点女人味了、过去像男人一样的。很硬的，很硬的。对的。谢谢，谢谢师父，谢谢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嗯，好了。 好好好念经啊、哦、我知道，好吧，我知道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、嗯、你好好的帮帮你老公，因为你的命、哦、你老公今天不在，我讲给你听、嗯、你的命比较硬，比你老公的命硬、哦、所以你有点克他的、哦、所以克他怎么办呢？不是叫你跟他分开、嗯、克他的话呢就是少去气他、哦、少去讲话就骂他、哦、因为一骂他他就约着就闷的、哦、发不出来、哦、就是克他的命了、哦、好好好，以后你不要骂他、哦、我不骂他，直接打就可以。哦，我直接打。谢谢师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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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